兄姐妹朋友主日平安，请会众自己做个默祷，来预备我们的心，求神带领今早的崇拜。诗篇第103篇，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让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第三首《千古宝藏》。一起低头祷告。全能的天父，独一的真神，我们感谢赞美您，您是人类千古的宝藏，是我们将来的希望。天地由你而来，宇宙由你开始，您是万代之神，万物都是您全能圣手所造的。感谢你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你拣选了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得怜恤，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感谢主，你的十架救赎之恩，没有您的拯救，我们今天也不能站在这里平安地度过六日，今天才能够在主日共享安息。我们要为还在主外弟兄姐妹的亲人和朋友代祷，求主怜悯以拯救他们，拦阻背后一切黑暗的权势，破除一切传统信仰的轮回观念，软化他们刚硬的心，让耶稣基督早日成为他们的个人救主。恳求主是你忠心的仆人林和昌传道，健康的身体，有充沛的灵力，美好的灵性，领受真理的亮光，传递合宜的属灵信息，使今早每一位参加者得激励和教导，帮助我们在这末世的日子里敬虔警醒谨慎奔跑天家的道路。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荣耀颂赞感谢全能归于三一真神。我们如此同心合意的感恩与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早的读经是起自彼得前书第一章13-16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那放纵失意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愿神祝福我们他的话语。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主再一次聚集我们做礼拜，感谢主的恩典与保守，使我们常喜乐的敬拜与侍奉我们的主。求神恩待我们今日的崇拜，愿神的灵带领我们以心灵诚实敬拜他。求神祝福我们整个崇拜，让弟兄姐妹继续的来跟随主的道路，学习主的教训，活在主喜悦的旨意里。我先为会众读今天要讲的这一段经文，经文取自希伯来书11:12-14节，您有圣经请与我一同翻开希伯来书12:14-17节，我来为大家念这一段经文。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搅乱你们，因此叫众人点燃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福的，竟被弃绝，虽然哭号却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好，愿神祝福我们他的话语。我们做个开始的祷告。慈爱的天父，您是配得一切颂赞跟感恩，因父您的慈爱存到永远，因为您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因为您是怜悯我们的神，您把救恩赐给我们，您赐我们何等丰富属灵的恩赐，在主里面我们得着救恩的盼望，在主里面我们得着您信实，您天天眷顾，您无时无刻的都在带领我们，都赐我们灵粮，赐我们力量，赐我们恩典，来跟随主的道路，活出主的真理，行出主的主要我们活的生命。我们赞美感谢你，主啊，今早我们来敬拜，我们继续的来呼求神的名，我们在我们各自的家做礼拜，我们感恩因主您是常常看顾我们与我们同行的主，我们行在您生命里面，我们都蒙您来建造，我们在什么时候我们转向你，我们呼求您的名，您就与我们同在。愿父来祝福今日主你的崇拜，愿每一位每一项祷每一项属灵项目都被您悦纳。我们唱诗，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来认识您的道，听您的信息，我们在主里面一同侍奉交流，我们彼此勉励彼此的来眺望我们在主里面的爱还有侍奉。主啊，您都继续的恩待我们，祝福我们守主日心清新欢喜快乐。父啊，也为着我们家人还未得救的，求你怜悯拯救他们，让他们认识福音的宝贵，让他们知道唯独神有权柄赦免人一切的罪，也唯独在耶稣基督里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真理生命，唯独借着基督人才能够得着罪的赦免，得着与神和好，得着有福的生命。主啊，您来施恩，您做拯救的工作，我们向您祈求，我们仰望您。主啊，现在我们来聆听您的话语，求您除去一切的障碍，求您让我们专心的来听你的道，来思想你的道，让我们这些有耳的就应当听，应当遵行。再次求主宝血遮盖我们，也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求主更新，让我们在主里面没有受到任何的阻拦，让我们在跟随主也没有罪的障碍，让我们在主里面自由的享受父所供应的慈爱跟恩典，让我们力上加力行在主喜悦的旨意里。祝福我们今早以下崇拜的时间，带领我们每一位祝福您的会众们。我们如此祷告感恩，来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弟兄姐妹，再次主日平安。今天讲到的题目是追求到底，追求到底。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我们讲到的题目是追求到底。
世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所以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话是真实的。如果一个人努力专心按这目标追求，这人不可能得不到成果。基督徒属灵的生命也该如此努力专心追求。经文清楚神要我们追求什么，与众人和睦和追求圣洁。追求与众人和睦，且使人和睦跟追求活在圣洁生命，是基督徒的天职。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追求的意思就是努力，就是殷勤的，就是没有中断的，不断的继续的，自己要主动且积极努力的追赶以求得到。如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追求和睦，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女。追求与众人和睦，且使人和睦跟追求圣洁生命，是基督徒的天职。我们当努力追求，我们要积极的，我们不可消极的，我们要主动的。好，主动的意思就是如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教导，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神不愿人与人结怨，来到他面前有当承诺，若无其事。神要人共同和睦相处，与弟兄和睦是主动的。若有理由被人误会，就当和气的与人结怨，若是理亏，就应当赔罪，保持与众人和睦的见证。这和睦的见证是要追求的，不会自动的赐给人，是要努力追赶的，以求得到。那和睦的意思是和平、和煦、平安相处。追求和睦，不是要与众人说奉承的话，也不是不敢劝勉人离开罪行的话，也不是包庇过犯、从容过犯，好叫彼此和睦。和睦不是为了和平共存，妥协在不义里。追求与众人和睦的基础是建立在主的真理、公义、慈爱里。保罗劝勉提摩太，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信徒应当尽力与众人和睦，在教会中和平相处。保罗在罗马书勉励信徒，在十二章十八节，若是能行，总要努力与众人和睦。还有十四章十九节，所以你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基督徒的生命已经与神和好，是被耶稣基督福音得着。福音的结果是使神与人，
并人与人都得着了和睦。保罗在以弗所书告诉教会，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四到第十六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屈，就是那记在法律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即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这两下归为一体，我在此是提到犹太人或外邦人因福音都成为神一家人，可以和睦相处。福音的结果是使人与神和好，并人与人都得着和睦，和睦就是能够和睦相处的意思。在诗篇133篇第一节告诉我们，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是认识何为神隔离，与神和好，与人没有相干，与人共同和睦。神的福音已经将两下成为一体，犹太人和外邦人本来是没有相干的，因信福音成为神家的人，一同遵行追求与人和睦的教义。在以弗所书第十章一到三节，保罗对教会如此说，我为主被囚，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赐给合而为一的心。与众人和睦，不是说人不犯我，我也不犯人的消极被动，乃是需要积极主动的去追求得来的。信徒活在世上，必须显出做神儿女属天的职任，与众人和睦的特性，也要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告诉我们，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女。换一句话说，制造和睦的秘诀乃是于活出神的生命来，在人群中间不但感化争闹对立的情形，且更进一步促进人与人和谐相爱的关系。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因圣徒的纷争分门别类，保罗就责备他们说，在灵前第三章第一到第三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乃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人有嫉妒纷争，就失去了和睦。基督徒的纷争是属于肉体，应当不可让这些属肉体情欲在信徒生命蔓延，使到信徒与信徒勾心斗角，明争暗斗，失去和睦。基督徒当能够分辨何为属肉体与属灵的，追求智慧，方能脱去属情欲、属魔鬼的。专心追求智慧，才能显出和睦与
神洁喜悦的果子。雅各书十三章到啊，雅各书三章十三节到十八节就告诉我们属天和属地的智慧。十三节告诉我们，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骚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一果。在十七节告诉我们和平，还有使人和平，又用和平所栽种。在短短的两节经文中用了三次和平。属天的智慧能断然以和平为手段与目标。教会中任何使人相争的情形，绝不是出于属天的智慧。一个爱和平而喜欢使人和睦的人，必定是一个有得和平的种子，而这种的种子，则有出于赐智慧能与和平的神那里来的。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告诉我们，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轻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求神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行事遵守神教训，追求与众人和睦，也做神使人和睦的使者，把神和平的福音向人宣传。使徒保罗说，总要追求和睦，就是要每一个基督徒定下心志，殷勤的不断的越遵行，越要靠主谨慎，靠主谦卑，自己主动积极努力的追赶以求得到。若不遵守神话语的教导，我们又如何有见证做神和平使者，把平安福音传给世人，让世人先与神和好，也在教会里与弟兄姐妹追求和睦相处。使人和睦的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神是和平的神，所以使人和睦就是做神自己的工作，也就是叫人在我们身上遇见神。这样当然人要称我们为神的儿子。保罗在以弗所第六章第十五节告诉我们，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因此使人和睦的最佳办法就是竭力传扬福音。福音是叫人与神和好，凡神的话教导我们，能叫弟兄和好都是好话，凡你的工作能叫弟兄和好的都是好事。只有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的人，才能使人和睦。人享受了基督，而他就是这和平的君王，当然就使你能开始与神和好。人越与神和好，也就越与人和好，并把别人也带进和睦的灵中，这时你就有份与神儿子和睦的执事，也就是有了神儿子的标记。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跟十八节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得了这何等有福的职分，使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我们是否都应当好好的来遵循神要我们追求的圣灵，追求与众人和睦，使人与神和睦的圣灵，求神继续的来恩待跟帮助我们。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天职，第二个天职就是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圣洁在此是指在生活经历上的圣洁，我们有了圣洁的新身份，我们也当有圣洁的新生活。我们在地位上已经得着圣洁，但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追求生活上的圣洁，因圣经告诉我们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指圣洁乃是人与神相处的首要条件。圣洁是一个灵命生活最高目标，身为基督徒在生活各方面必须迫近这个目标。圣洁乃是一种基督徒生活的方式，基督徒必须活出圣洁的样式。消极方面是远离罪恶，恨恶罪恶，不沾染罪恶；积极方面是凡事守节清心，带着基督的香气和光辉，言行失态四方面均有天上圣洁的颜色。几节经文勉励我们当活出圣洁的生命。保罗在罗马书为罗马教会讲解的这救恩的讲义之后，在十二节就要信徒实践的活出在主里的生命，在十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圣徒当归主为圣，活在神喜悦的旨意里面。还有林前第三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基督徒是圣徒，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扶持我们过神圣的生活。还有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节，那召你们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基督徒在行各样各事的事，都当以神的圣洁为前提，应当注意保持圣洁的见证。神呼召人的目的是要人远离污秽，成为圣洁。基督徒的特征乃是先有供应，后才有要求。神先供应我们圣洁的生命，然后要求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我们以前是属世界，是属的，神将我们从世界拯救出来，将我们从罪污拯救，用神红宝血洗净我们。我们在主里面得了新人的生命，我们是圣徒，神把我们分别为圣，我们就当要竭力的来追求圣洁的生活。神赐我们生命是圣洁的，
特征，我们照着此圣洁的生命而活，自然就流露圣洁的生活。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六节，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这是神对他对属他之人的要求。信徒在地位上已经成为圣洁，但乃需在生活上、经历上追求圣洁，因为我们是圣洁的。这个因为就是表示这个理由，理由我们是圣洁的，圣洁乃是神的性情，他喜悦一切属他的人也都圣洁。信徒常与神的关系守重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教导，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基督徒在生活形式上守圣洁的秘密要注意的是两方面，圣灵和圣经。我们里面有圣灵的供应，我们圣洁的能力，在我们外面有圣经引导我们成为圣洁。有不少人误解圣洁，以为圣洁是一件东西可以用祈祷去求得来，但是在生活上并不离开恶事专心行善，他们没有除恶，没有顺服意行，心中的污秽不肯扫除，心中的罪恶不肯承认而改过，即使终日祈祷也无济于事，立志离开罪恶，求神帮助自己得胜罪恶。凡是在动机与动作上以神的圣洁为生活标准的，那是比什么都更重要的。希伯来书作者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意思就是心中有罪恶而不肯悔改的人，即使时常祈祷，时常参加聚会，这些都是与主见面的行动，都不能蒙悦纳。一个存心及行为不圣洁的人，即使天天做礼拜，但神只看见有一团罪恶的乌云在他那里，神并不看见那做礼拜的人。圣洁虽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出来的，但也需要我们去追求才能得着。我们必须顺服圣灵，与圣灵合作，方能在我们身上做成圣洁的工作。信徒的人际关系守在讲求和睦，而神的关系讲求圣洁。和睦和圣洁乃是我们与人并与神不可缺的要素。我们越注重这一个教义，我们越与神建立一个密切的和睦关系。不但我们与神和睦，神也给我们智慧使人与神和睦，还有在教会里与弟兄姐妹相交和睦共处，还有我们在圣洁上，我们都常常能够经历神的同在，与神同行，我们都能够有彰显圣洁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来行神喜悦的旨意。弟兄姐妹，和睦和圣洁是我们圣徒的圣职，我们要努力追求到底，求神恩待。我们不但能与众人和睦相处，我们也能使人与人和睦，将福音广传，使人与神和好。再者，我们也要追求
圣洁到底。我们既然在基督里，神将我们与世界分别为圣，我们得了圣徒的地位，我们就当名副其实的活出圣名的见证。神是圣父，耶稣是圣子，真理的灵是圣灵，我们手上拿的是圣经，基督徒是圣徒，我们走的是圣道，我们做的是圣工。如果我们懂得何为分别为圣，过以马内利的生活，我们必与主同行，展现主的圣洁，将来必欢欢喜喜的见主。谨记，请谨记，若不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我们再看第十五节，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搅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感染污秽。第十五节是警戒圣徒，警戒圣徒又要谨慎，就是要小心啊，注意观察，注意查看啊，要小心啊，照管自己，免得有人在神的恩典啊赶不上，也免得有苦根长出来困扰你们，叫许多人因此受感染污染。在彼得前书五章第八节，同样的有这一句话啊的意思啊，这一句话的警告，勿要谨守谨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谨慎跟警醒都有同样的意思，就是要小心行事，恐怕就是失去神的恩。神此恩典是要我们在他圣洁里有份，长出圣洁的果子，就是神的意。我们追求活出神的性情，活出属天的品德。我们务要靠主行在他指示的道路、真理、生命上，才免失去了神的恩。失去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生出来就要困扰，就要缠住，叫人污秽，叫人受污损，叫人被污染。不懂谨慎的人，很容易的在恩典上有所亏欠，不但不能执行神所托付的圣职，反而亏欠了神恩典，心里让毒根给生出来，叫众人给玷污，成为人的绊脚石。这人不但没有能力行圣职，反而自己心里生了毒根。这个毒根有两个意思，就是对人怀恨，心中有苦毒。好，第二方面就是离弃神，自尝苦胆滋味。搅乱你们，就是指教会全体因此而受到搅乱。世人犯罪就亏欠了神的荣耀，信徒在生活行为上不谨慎，就会亏欠了神的恩典，叫众人沾染污秽。一个得传染病的人不懂得隔离，就会不断的传染，如新冠病毒疫情一发不可收拾。教会中有一个人的失败和错误，往往会影响到众多的信徒，正如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求主帮助我们谨慎，免得我们失去主恩，任意犯罪。好，第十六节，恐怕有淫乱，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
好，这节同样的是对信徒的警戒，恐怕有淫乱。这个恐怕就是啊，要谨慎啊，啊，免得啊跌入这一个淫乱里。好，啊，这里讲到这一个淫乱，还有贪恋世俗啊，这两个罪。好，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若不警醒的，啊，不但失去了神的恩，啊，让毒根生出来，还有，啊，这一个生命就会陷入淫乱跟贪恋世俗的生命。好，这个淫乱的意思就是身体上的淫乱啊，即这个婚姻以外的行为，还有这个心灵上的淫乱啊，即下啊就是贪恋世俗以及拜偶像等等啊。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节告诉我们，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有贪恋世俗的如以扫，世俗就是与圣洁相对，故子不圣，不属神的事物。贪恋世俗就是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如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爱世界的心和爱父的心是 不能并存的，因为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这就是雅各书四章第四节告诉我们，这世界上的情欲要过去，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的。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好，以扫他因一点点食物就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我们可以在创世纪二十五章第二十到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啊，能够读到这段诗。长子的名分是指到他长子的权利啊，包括双份的产业，还有家做家庭的祭司，还有以及在众弟兄中伟大有权利。人若不谨慎神警戒的话语守圣洁，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贪恋世俗就不能讨神喜悦，两者无法连得。世俗有如一点食物，尝过即变为朽坏，化为乌有。任何属世的享受都不能与基督将来的福分相提并论。第十七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七，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号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回心，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这个后来想要承受祝福，指以扫长子的名分，竟被弃绝，不能。就是直到父亲以扫不能够给父亲以撒不能够给以扫的祝福，就是他长子的祝福，因为他长子的祝福已经给了雅各这福分已经给了雅各从以扫转给了雅各，因为雅各他放弃他长子的身份。好，
虽然好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父亲的心意回转。就是以扫即使是悔改，即使他是痛哭流泪的悔改，能不能扭转继承的事实？因为失去了长子的名分，无法重新得回，无法重新得回。弟兄姐妹，您看到希伯来书作者所警告信徒的是何种何等紧要的警戒，紧要的警戒啊！先要追求，然后谨慎那些事我们当注意的如果我们不追求，那我们就是继续活在一种还没得救的光景自以为得救，但其实生命还远离神的心意不懂得信徒刚活出的生命还有这些谨慎的事弟兄姐妹，我们既然得救了，我们就应当时时的谨慎，时时靠主的话语来警告提醒我们，靠照主的话语来指示我们寻求当寻求的，谨慎警戒自己，免得我们跌入神不喜悦的生命。如果不谨慎的话，后果是连续性的堕落，连续性的堕落，失去神的恩，又让毒根生出来，再发生淫乱，贪恋世俗的生命，最终失去了神的祝福。历史以来，叠在不追求神要信徒活出的生命，跌倒的基督徒无法数算。求神恩待保护我们，免得我们也同样跌入不应该追求的生命，被这个世界肉体败坏了生命，最终如以扫后悔的下场。我们需要谨记，我们需要切记追求与众人和睦和圣洁的生活，是我们今生跑道上需要展现的生命。人与生俱来的性情是分离多过和睦，罪不但使人与神分离，也把人带到一种无法和睦的光景里，靠着人是无法挽回人与人的真和睦，唯有主的福音能够把两下合为一体。犹太人或外邦人在基督里都成为神家的人，靠着主的圣灵与真理为根基，信徒虽不完全，但顺服神的话语，显明和睦的见证是可能的，再者也活出福音使者的使命，借着福音使人与神在基督里和好。神召我们爱他，乃是顺服他旨意，只是我们当追求的事。我们若爱他，就不去沾不洁的事物得罪神，特别是不愿意得罪他圣洁的性情。今日社会的潮流乃是与神的性情背道而驰，故我们越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越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必然的道理。反过来说，我们越是有份与神的性情，也就容易脱离世上的情欲。那招你是圣洁的，你当圣洁，行事为人当对得起那招你们入天国得他荣耀的神。愿神恩待他的众圣民。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感谢天父，您是我们的神，您是圣洁的神，
您教导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世人都称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父啊，我们感恩跟赞美，因为我们是圣民，您指示了我们追求和睦跟圣洁的生命。父啊，我们感恩因我们先与神和好，我们再与众信徒和好，我们能够做您和好的使者，我们能够把您和好的福音也传给世人，叫世人信主与神和好。我们走在您圣洁的道路里面，与您圣洁有份，我们与神同行，常常经历行在你里面，您是信实，您是公义的，您必保守我们，直到我们与你面对面。父啊，您的话语警戒我们，我们也不敢忘记。您警戒我们，我们要警醒，免得我们失去了神的恩典。父啊，您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行在你恩典的圣灵，常常借着你的道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如世人的话语说，您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您帮助我们来顺服你，我们依靠你，就是来支取您的恩典。在您恩典里面，我们继续经历您的大爱，经历您的扶持，经历您的帮助，经历您的同在，经历您的赐恩福，各样的福分您都为我们预备，都愿意赐给我们。父啊，帮助我们经受行在您的话语里面，继续求神恩上加恩的帮助跟带领，也帮助我们除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除去那些事使到我们生命里面会生出毒根，求主您把它除去，让我们心里面常常存与神亲近的生命，爱神爱人的生命，活在您圣洁的生命里面，继续的帮助我们远离一切世界的迷惑远离一切神不喜悦的事，因我们是被您救赎的，让我们都活在您喜悦的旨意里面，来遵循您的旨意，侍奉您，为您做见证，把您福音传给世人，做您何用的器皿。父啊，感谢您对我们如此的恩待，让我们明白了真理，您教导我们，若我们行在真理，真理必使我们得自由。我们在主里面被您赐我们自由，我们是真得自由、喜乐、平安的。我们是由主的道来引导我们行走天家道路。父啊，愿您把这堂道继续的建造继续把您的话藏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常常来遵循您的话，教我们恩典，教我们帮助。现在我们来到要唱最后一首敬拜诗歌，父啊，您带领，您继续接纳我们的敬拜，也求主继续的看顾，赐平安，赐喜乐，赐您的恩惠，还有神的慈爱，圣灵常常充满带领我们，愿您的名在我们当中常常被高举，常常被传扬，常常被颂赞，常常得一切当得的荣耀。我们祷告感恩，乃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让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赞美诗，第265首，总要追求圣洁。
雪雪